弟兄姐妹平安。马太福音这段的经文，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连续几次我们都有这样的印象，耶稣常常用这个词汇陈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印象里面呢，我们在许多的场合里头，那有权柄的人对我们讲话，我们所尊重的人，我们都会洗耳恭听。但反过来，有一些人他们讲话，我们好像在听，但是常常是这边的耳朵进去，那边的耳朵出来。而耶稣在这边用这样的一个强调，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样的词是我们特别特别，我们凡有耳的我们就应当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早上我们的诗班这样的献诗，提醒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在敬拜，我也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更是用这样的心情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是一点一撇都不会废去，即使这个天地好像衣服这样的卷起来，但是你的律法、你的话语都要成全。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心耳都能够受割礼，听见主你自己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也想起主你自己向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因为你自己说，实实在在的也带领我们，也告诉我们，这世界是我们短暂聚集的日子，我们要承受的是永远永存的国度，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这属神的儿女。愿早晨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敬拜赞美能够成为馨香的祭，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更是求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全能全身奉献在主你自己的祭坛上。愿主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敬拜，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句话让我们看见是这样的两个词汇陈述文法的句子。实在就是希腊文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这样的阿们，实在阿们，我告诉你们，
神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听进去的，我们愿意领受，也愿意遵行的。因为这个阿们是那位真实的，就像我们所读到在启示录神的话语，使徒约翰所领受的，他借着圣灵感动写下来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到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的见证的，就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也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他说，当他说的时候，我们是不但恭敬的听，而且我们领受，我们更是要遵行。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刚才诗会带领我们一起攻读的17-20节这当中，两次强调的重点在这里，是整个登山宝训开始前面的前言的介绍，接着这个主体耶稣的教导，以及第七章后面的结论。这一段中间的主体前面的部分说到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重点已经说了，耶稣他来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他不但要求我们跟随他的人遵行，也是要教导别人来遵行。以至于马太福音在结束的时候说，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一切的权柄，耶稣是带着权柄，他宣告这个天国的律法。我们跟随的人是遵行，也教导别人，说凡神所吩咐我们的，我们不但教导别人，而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来为这个相信重生得救的人，在众人面前做这样的宣告，来照着神的吩咐，我们来遵行神自己的教导。而在20节说到，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听在耳朵里面的人，他们产生的那一种的张力，因为至少在那个时代，他们所看见的那种最高的标准的，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人，不是别人，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外在的那个给人的印象，甚至他们传说教导的，包括这样的圣经的律法，他们自己所代表宣称的，是让好像让人够不到的这些的标准。假如你我们今天听在耳朵里面，是不是我们同样会产生？我记得前不久在小组查经里面，也有人这样的问，在逐日学里面，我记得有人问说：“哎，这个圣经教导，别人打你这个右脸的时候，你左脸也要给他打，我现在怎么办呢？这个对塔利班那一批的人，是不是我们一样照神的吩咐呢？”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怎么样应用？求主来恩待我们，更是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们来认识、知道耶稣自己的教导，因为在这里已经奠定了因信称义、靠圣灵重生，而我们能够活出一个顺服圣灵带领
这样成圣蒙福的天国子民的生活见证。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我也相信也许我们在座，我们对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我们都已经很熟悉这些内容，但是知道是一回事，我们做得到吗？那问题我们自己需要在神的面前来省察，也求主恩待保守我们。特别我们看到这个五章二十节这一段经文之后，这六个对比对照，这个对照的是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那么类似这样的一个叙述，接着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重复的出现将近有六次。我们在这一些的对比的述陈述的教导里面，我们有三方面的思考：主怎么样去说，主我们的主说了什么，主要的回应是什么，主怎么说方式，主说了什么内容，主要的回应不是左耳听右耳就出去，而是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我实在告诉你们，所以我用一个中心的陈述叫做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相信这句话可能我们在座很多人也都听过，也是我在神学院里面也敬重的一位牧者刘副理院长前院长，他的课程里面他最喜欢用的这句话。主怎么说在接下来的几个对比里面，耶稣在每一个对比里头都用这样的一个陈述，这个或者叫做一个套语，这一套的有前有后的，你们听见有这样的话，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听见这个字义有许多的解释，但是第六个叫做了解理解。从拉比的文献里头，这个对比的陈述有这样一个类似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已经理解了，你们已经在这个字义上做这样的解释，好像我们懂得，我们也明白了。所以这个类比的意思帮助我们，这个套语用的这个对比里面说你们听见有话说的这个意思，实际上是对当时的人来讲，可能也是我们大多数的人，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是只有我们受洗了，而是我们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也来下功夫，也参加主日学，也在小组查经里面。那我们还要问这个问题，到底我们理解了多少？我们在字面上我们除了听过，是不是我们真正的明白？我记得小时候小孩子还小，我们做家长的有时候就要规定，就要去陪着小孩子在学校里面上课。我印象里面很深刻，那时候来美国没有多久，大概三十几年前，小孩子小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教室里面写到说这样的一句话，说你听到你听了就忘了，那么你看见你都记得，然后接下来第三个说你去做你就明白。那时候我对着这句话的认识还没有那么的深刻，但却帮助我在信仰当中，我们听是听到了，但是很可能牧师上礼拜讲的，听说有70%-80%都忘记了，
那么你看见了，你看到有这样生命的榜样在你的身边，或者你周遭的弟兄姐妹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你看见了，那你可能记得别人所做的事情，但是对你的帮助在哪里呢？是等你自己遵行了神的话以后，你就真正的明白耶稣讲的这样的真理，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我记得我祖母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甚至耳朵啊没有，眼睛也看不见，那么他能够知道的明白的也相当的有限，但是他常常跟我讲说，上帝的一句话他可以遵行活一辈子，只要一句话就够。所以也有人就把神的话语说，只要主说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只要主跟我讲一句话，我就一定照着去做。常常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的紧张，有时候那个叫做甚至父母对小孩也是一样，叫做碎碎念，意思就是说你讲了10次20次，反正讲到后来他耳朵听了发茧，所以你讲了等于也是白讲。但是有时候那种紧张的关系，当有一边很认真的说注意听，我记得还有牧者常常说，当师母在跟他讲说谢冠廷的时候，你要站立的好，要听得清楚明白，我不是说我师母啊。那么这个我们感谢神，因为有人这样的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愿意跟我们分享讲神的话语，讲真话。 D.A. Carson 在耶稣与神的国度里头，他说对这句话的解读，他特别提到说，那所有人听到的是不一定都是清楚记载在旧约圣经里，因为法利赛人、律法师、文士，他们有口传的律法，有口传的传统，他们把这个等同于圣经本身这样同样的权柄，所以在解释上面，这个口传甚至把人的文化传统、人的吩咐这些的，我们不能说完全都是，但是有一些的错谬却是牢固的解释的混杂在一起。这是 D.A. Carson 他对这一段这个套语用法啊做这样的一个阐释。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他从原文字义里面研究说，耶稣他在讲圣经上讲的话的时候，他用的那个字呢，就像我们圣经里头前面第四章提到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耶稣的回应，他说经上记得说，经上记得说，不是有古人吩咐你听见你怎么样，而是说圣经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写着，这样子三次都这样子的来回应耶稣他所面对的撒旦的挑战和试探引诱。所以经上写的意思是写下来的，这个字特别的用意是郑重严肃的宣告，都有这样白纸黑字，以至于我们常常无论上班、公司开会等等，我们是怎么样口说为凭呢？就是要记录，有会议记录。这个可能是很多文化的传统，因为别人讲了你再去引述，常常那个人可以不认账，说我哪时候听讲过这种话，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无凭无据。所以我们清楚知道这个用法上面这个套语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见解来解释这段的经文。
耶稣不是在否定旧约圣经的内容，因为耶稣刚才我们说是清清楚楚经上记着说的，但是这里的套语并不是这个意思。而反过来，马太福音的作者他所记录的是知道耶稣想要表达的，而是我们对神话语的理解。我们在主日学里头，我印象里面习兴伟弟兄他也是有这样的一堂课，好像我们对圣经白纸黑字记载的，但是常常是人误用，甚至这样所谓的误用呢，是解释上面有一些的偏差，甚至是我们应用上面也有一些的差距。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在学习，我们所要清楚来认识我们人的极限。换句话说，他们所听过的，那时候的听众，他们所听的所理解的，加上那时候人对他的这些教师对他们的解释，所以耶稣展开了这个六个对比，至少在第五章这一段的教导里头做的陈述，我们想到可能有两个这样的事情目的在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需要抛弃错误的传统，权威的来指出旧约圣经真正所指的方向。这是我们所想到的这一段的经文。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在圣经也找到这样的例子，特别有法利赛人文士来挑战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是吃饭不洗手？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他引用出来的是圣经明明说当孝敬父母，那么摩西的律法也是这样清楚的记载，但是人的教导说，无论何人可以对你自己的父母说，我本来要给你奉献给你养生的，我已经做了教会的十一奉献了，所以他就可以不用再孝敬父母。耶稣他举这样的例子来说，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在那一段的陈述，可能也在其他的经文里头，我们能看见耶稣引述着以赛亚的预言。我们今天好像听到了，知道了旧约讲什么，新约讲什么，但是这些的预言耶稣当他引用的时候已经时间过了七八百年，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切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我们早上诗班的献诗，我非常感恩，因为我们是不是用心灵诚实，是不是神教导的真理，我们在圣灵里头的带领感动光照，我们在这里的敬拜是能够讨神的喜悦，还是不但是在这里，可能我们在家里面对着荧幕对着电脑，没有人看得到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很诚实的，这边讲到诚实，用心灵在敬拜我们的神。还是我不是在指责任何一个人，好像上次张传道有提到，我们常常电脑你也可以不用影像，没有人知道，甚至你可以吃你的早餐等等，在我们的敬拜当中神都看到。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主怎样的说，接着主说了什么，主说什么，这六个对比里头我们看见，人所听见照字面上我们所理解的，这六个对比有论到仇恨，有论到奸淫，有论到奇假事，有论到
离婚再婚，有论到法庭的报应，有论到爱仇敌，这些有的是经过基于传统口传的律法，有的是经过人的解释编修的，我们都会一个一个逐字的，我们来思想也来学习神的教导。可能有些已经超越了圣灵借着这样的一个教导，在那个时代甚至没有讲到的，他们已经自己跨越的那个范围，而甚至就像这边说到，耶稣说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那么表示暗示的有些的教导，假先知说这个已经过时了，已经不再适用了。耶稣再次的强调，他不是要废除律法，但是却有人这样做，而这个人不是，可能不是别人，可能正是你，正是我。我们所理解的，人们所听见的，跟耶稣的教导之间这种的落差，就是耶稣在这里要清楚指出了这些的差别。当然包括那时候用的一种诡辩术，相对于耶稣讲到律法先知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也包括可能是外在的，包括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看重的是外面啊，这些的教条礼仪道德啊，这样的能看得见的，无论是祷告，无论是进食，无论是所谓的敬拜，都要让人看见的。相对于内在的伪神，耶稣的教导是直接到我们的内心里面，他是对我们的心说话，甚至是错误的解释相对于正式的真正的解释。但这一段的经文不如更精确的说是有这些差距，但是更重要的，这一段的经文每一组对比的论述当中，耶稣根据因为他就是律法的成全者，他是带着这样的权柄，因为这些律法的制定是神的律法，耶稣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以至于我们听见耶稣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清楚也认真也很诚实的来回应。对人对律法的误解以及律法所指向的真正方向做这样的阐述，耶稣一点都没有想要用他的说服口才来辩论，但是他却是清楚地讲出这些律法所指向的真正的方向，指着就是弥赛亚耶稣他自己。我们在上一次有提到耶稣用的这个对比的理由，我们有介绍到文化的这个背景，因为文士法利赛人根深蒂固的扭曲表面化的处理神的律法，实际上是混淆的神的律法，好像要混水摸鱼，类似这样的一个动机，让人觉得他们不但是自己觉得妥拉教导是一种枷锁，更是一种重担，所以他们努力想出一套的办法，让人觉得他们做到了，所以他们需要降低一些的挑战，放宽一些的尺度，以至于别人敬仰他们，以为他们就是懂律法的人，所以他们的解释也是带着权威权柄的，但实际上这就只是表面的功夫，样板的做法。耶稣相反的，他坚持的这个律法的完整性，还有这里头六个对比当中，有的是可以不可以，这是清楚的，是一个诫命，但是有些却是说是许可的，包括里头讲到的
离婚给的休书，若不是淫乱的缘故，神说这个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但是因为人的心硬，所以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认识，也来学习神耶稣他自己的教导，对着这些的许可或对这些诫命，犹太人用的方法是破坏他的完整性，来扩张他的限制性。这个是意思，我们会再进一步的解释。换句话说，那时候的传统，那时候的解释，可能很清楚的对那时候的听众，他们听得清楚，看得明白。今天对你我，我们的观察可能也是这样。假如我们觉得神的律法，哦，我们做不到了，怎么可能？别人打我右脸，我左脸给他打，这个过去了，那可能是那个时候的处境。所以基督徒的伦理，我们发展出一套叫处境式的伦理，而来取代说这个已经过时，这个、已经不适用。所以整个的教会历史，上次我们介绍过，神的律法里头有明示上的，包括那时候是一个国家，有礼仪上的，那时候有圣殿会幕，那这些好像已经过时了。今天耶稣基督圣殿也不在，我们又不是犹太人，地上又没有一群一个国家叫做神国，神的国度不是在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你我，我们对神的诫命，既然当初立的是立的人是有他的用意，所以他的道德性是存在的。既然是这样，所有的道德性，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神的律法都是适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做这样的解释，来先做一个小的结论：耶稣来成全的律法，它的完整性。然后接着，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遵行，也来跟随基督。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我们没有这样的自由去降低法律的标准，神天国的法律的标准，以至于帮助好像让我们更容易来遵行。这是法利赛人变鬼术。那么基督徒的义必须超越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这是耶稣他自己所定的这样的一个进入天国的一个要求。所以律法真正的精神就是耶稣坚称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的教导就是律法确实指向的一个方向。第三方面，主要我们的回应就是这句话，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好吧，我们一起讲一下，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登山宝训不是神学学术性的争辩，是弥赛亚在这个末世已经应验了这样一个背景，基督再来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靠近。我们不知道哪个时候，但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境是一样的，就是主随时会来。他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做好准备，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也需要祷告的地方。耶稣讲完了这些的话，众人都觉得稀奇，因为他的教训，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今天在向谁学习？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样的同样的一本圣经，我们的学习是圣灵保惠师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他当初怎么样
感动写的人。今天我们在攻读神的话语，我们一样带着这样敬虔的心，知道神的话是带着权柄。这个天地会过去，教会时期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天地都废去的时候，神的话一点一撇都不能废去。我们是不是自己在遵行？我们有没有也教导人这样的来照神的话来做呢？在这一段的教导里头，到第七章十二节以后，接着两个门，接着要防备假先知，两种果树，两个根基。这些耶稣用的是要求我们怎么样来做这样的抉择。因为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多进天国，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进得了天国。这个不是在讲别人，这是对着你对着我，我们跟随基督的人讲的话。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的回应是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这边在古时神借着先知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也有写下来的，我们读得到的，就在我们的眼前的。但是在末世的时候，耶稣他自己晓谕我们，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他用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罗马书我们在研读的十一章的结束，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最后还要归于他。我们今天这个万有是靠着神的命令存在的，换句话说，这个万有不是指着别人，是指着你，指着我。这个万有里头，我们在里面，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仍然是靠着神全能的命令，而我们能够得以存在。存在的意思是我们依靠他，本于他，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从他而来，我们将来还要归于他。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是不是我们在面对面见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主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管家？求主恩待，让我们听见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本宝贝的神的话，是带着权柄，因为神的国度里面有人有主权，我们是属天的天国的子民，我们活出神话语在我们身上带着权柄这样的生活见证，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能够相称，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而是我们教会集体的见证，让人知道果真有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他的行事他做事的法则跟这个世界的潮流不是一致的。因为罗马书也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有圣灵
宝会师的带领，求主也加添浇灌充满我们，让我们带着能力能够将神的福音传到地极，凡父神所教导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我们能够自己遵行，也是教导人来遵行，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心连心，我们同走这一条属天蒙福的窄路，让我们的根基所盖的灵宫是照着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基石、磐石、房角石，我们在上面建造的房子是有根有基，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结出那个好的果子，因为从果子就可以看出我们这棵树的好坏。求主恩待怜悯垂听我们众人在主面前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